20万亩的大军啊，集结上得了，直接在大徐大街里进行一次这个右翼的那个。上次咱们20000人打了1000倭寇，打了半年都没打。你的新兵只有3000人，怎么去应战？魏京兵讨倭寇，已经是个定局了。京中再三催促，1月破敌之日，只有20天了。 最近呐，石器开国对文武两道的说法。杀！识时之英必有忠心，堂堂权责岂无太用？大人，我听信总督新军。 这一仗，你只能赢。